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眼方向的飞球，这个球哇哦，全垒打，大号的全垒打，还打到了后面民房的屋顶啊，还打到民房的屋顶。这个屋顶的主人，如果说你家那个天花板破个洞的话，麻烦找张泰山要啊。哦，张泰山全垒打，这是他本季的第七轰，同时也是今年球季的第43分打点，职棒生涯累计的第995分的打点，二支全垒打。对，其实状况很好的。哦，这个球扫扫到就知道有了啊，完全被他逮中，而且是一个超大号了。嗯，直接过球场。